啊，姑娘，我的姑娘，啊，姑娘，我的姑娘，当你看见了飘来的流云，那是我炙热的爱，在向你发笑。有的人会说，歌手杨博士，你这个高音都多嗓子吗？你高音为什么不往上撕裂的去喊呢？我告诉你，那种撕裂的喊的会，第一会把嗓子会唱坏的啊，第二个的话，它不是科学的。真正好的声音是高音弱唱轻即能，啊，你认为的是哆，它反而是一种轻，你明白？就相当于我们声音加了一个消音一样的，所以呢，我们观众听起来耳朵也不是说承受不了的尖锐。所以，我希望大家赶紧来学习这种科学的发声方法吧。喜欢我，关注我，早关注，早受益。